就是赢得。我们常常会设定目标，那目标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参考点。当我还没达到目标之前，我就是属于损失的状态，然后我努力的往目标前进，越接近目标，哇，我的快乐程度会越高。哦，那如果达到目标之后，你还会继续再追求往上往更多吗？你的动力就比较少了。哦，这跟展望理论的那个图呢是相符的。展望理论的图是长这样子吗？之前我有画过吗？哦，只是呢，现在我把它改一下。这边我之前说是参考点，我们现在把它改成目标。哦，然后呢，这边呢是超越目标嘛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呢未达目标。然后这个纵轴呢叫做心理价值，就是你快不快乐啦。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如果你定了一个目标，然后呢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，当然你的心理价值是负面的啦。哦，可是当你慢慢的接近目标的时候，你的快乐程度其实是怎么样？跑得上升得很快哦。对啊，你快乐程度其实是上升很快的。一旦你达到目标之后，你如果又继续努力要超前目标，你的快乐程度一样会上升，可是上升的很慢，比较慢，而且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，就不会再上升了。譬如说以赚钱来讲，如果我们设定我们的目标是要赚到多少钱，然后呢，你开始哇赚钱，然后慢慢的你的资产开始累积，从这边一直朝你的目标前进的时候，哇，你的那种快乐程度是非常高的。可是，一旦达到你的目标之后，甚至超越之后，你赚再多的钱，可能那个快乐、快感的程度就降低了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重设你的目标，重设你的参考点，这时候你才会再回到这个位置，你才会有动力再继续增加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常常设定目标？哦，这个达到目标之后呢，反而会开始堕落。比如说减肥，因为当你还没达到目标的时候，你的动力是很强的。可是，一旦你达到目标之后，你就没有再动力继续维持了，或继续再减重了，你的动力就减弱了嘛？因为再上去的好，对你的心理的好处有限啊，你并不会因为再多减一公斤的感到快乐啊，快乐的比较少，所以你就松懈了，然后你就有可能就回来了。或者是储蓄的人，当他达到储蓄目标，当他达到经济目标之后，他有可能又会往后退，因为你的动机其实会减弱。那我们的动机其实就是规避损失。当你把目标当成参考点的时候，你还没达到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在损失的状态下，你会很想要消除损失，要很想要往目标前进。可是呢，当你要超越目标，要赚更多钱，要做更多事的时候，其实你增加的快乐很有限的，所以你不会想要花太多的心力，你不会想要做太多事情的哦。好。